低調嘅性感，因為其實睇到呢套衫都覺得有啲挑戰性，咁但係就著翻件褸遮一遮，因為今日實在太多人現場，所以都係穩陣啲、安全啲好。你怕醜定係因為其實件衫控制得唔好，比較容易走光，咁所以就我都係行呢個比較保守同埋穩陣嘅路線。有嘅，都有打曬底嘅。但係覺得自己效果都係好，我覺得係好，即係有女性嘅性感，亦都有中性嘅型格咯。係咪私底下自己如果影相嘅話，就可以再性感啲？都係嘅，人少啲嘛，而家幾百個人望住。咁如果咁，通常老公仔會唔會都批准你著得咁性感㗎？冇老公喎、啊，係咩？冇老公，冇啦！你話你結婚喎，邊有啫？結咗你點會唔知啫？係咪先？你哋受到啦，好似低調地性感咁樣，幾自殺咁。其實那個是我們、一個劇本來的，講笑而已，就是一個、做事的時候的一個一個訪問的環節，但是是開玩笑的。但是有沒有目標啊，或者有個計劃是咯？未有、但是都會告訴大家聽的，到時一定會說的。但是其實收到很多祝福啊，有很多人問咯，咁我都話唔係啊，即係點會唔講啫咁樣，咁有好多人即係會問，會有啲朋友都會問，咁但係我就話我一定會講咯，到時。但有冇或者期待點樣求婚咁樣啊？我知道邊咁樣。冇喎，即係冇乜對呢啲嘢冇乜。局限的想法咯，但是反而是希望自己今年希望開翻關之後多一些、海外的工作咯，即可以周圍飛下去做嘢咁樣咯。但之前會話即係工作量是比較少嘅，咁一定會有影響的，有些工作會因為疫情而取消啦，咁有些拍攝又可能進行到一半又有些影響啦，咁希望而家。好翻嘅時候就多啲可以誒，即以前咁樣周圍飛下做嘢啊。自己同阿蕭然係咪都好快啊？我聽講過佢哋嘅消息。有冇問翻佢咧？問？冇問喎，如果唔講就唔問咯，係。但係有睇新聞。如果你唔問佢又唔講咧？我覺得要講嘅話，自然唔會講咯。